当我对女友闺蜜感兴趣，我扒一下我和我闺蜜出去吃饭的流程。嗯，本菜就是你最爱吃的铁锅炖豪华包。嗯，跟你闺蜜吃铁锅炖啊？嗯，啊，没事，继续。我跟他们商量好了，他们都同意。我知道他们在，你会不好意思夹菜，不用担心，我会出手。还有就是给您准备的衣服、袜子、酒店首饰。今天参加聚会的主要有妹妹花花，还有小林。小林是不是外号叫大牙妹呀、啊？那莫先生你怎么知道？请你详细的给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。我看媳妇儿，她这贴贴上名就是大牙姐，还发自拍。别说牙真挺大哈、啊。这什么软件？好好玩。这是一款分享生活的 APP， 你看拍一下咱俩照片发给好友，就能霸占他们的屏幕，他们还能评论互动呢。它还增加了同学功能，通过学校认证再选择朋友和同学键，就能发到校友动态了。我们上周去小林学校给学生做培训，公司让我们每个人都下载一个贴贴，我还不太会用呢。那咱们先添加几个好友，一会儿给小林也发一个好友申请、嗯、吃饭的时候就可以当面请教他怎么用了。我还要让他带你去吃学校超好吃的麻辣面，我蹭一碗了。媳妇儿加你闺蜜好友你不生气啊？我怎么会生气呢？老公，她是我闺蜜，你是我老公，你们都是我最亲近的人。好的爱情从来不是阻止你社交，因为我了解你，所以更信任你。